欢迎收看国光帮忙。放假时，许多人会想要选择出国，但是因为怕语言无法沟通而打退堂鼓。今天国光帮邀请到几位原住民朋友，是如何用乐天的态度解决这些问题？相信大家看完今天的节目，不会再认为出国是一件难事的啦。音乐代替了语言，马斯卡，印度人就爱我这位秀琴，了解原住民的趣事，宋少卿，原住民出国，搞笑事情一箩筐。是你的名字，对，我的名字。那刚刚唱这首歌叫《马杜瓦杜》，是什么话？是来自台湾的话语，它是原住民台湾族的语言。台湾族的语言，台湾族的语言。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像狗一样。哇，你这狗很开心哦。是很开心的，那边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听不懂台湾族的话，只听得懂什么有 kiss， 对不对？对，对不对？就其他就听不懂。还有加油的，没有加油是自己乱哼的。哦，可以用来一首，对。OK， 这个歌大概讲什么？就讲我们现在时下年轻人对那种把妹的那种心态。嗯，对，会出现各种遇到腊肉的时候，遇到各种腊肉，没有心态，或者行为像狗一样。对了，所以看到腊肉或看到热狗的时候，四位都原住民。是。你是？我台湾族。台湾族举手。那另外两位是？北南族。北南族。台湾族、北南族。那你是？台湾族。哎呀，我觉得很光荣。有啊，其实真的好国际性哦，太棒了，相当棒。那你什么族？阿美族。哎呀，阿密弱点，无所谓，反正我们人口是最多的。啊，这样，对，我们叫阿密斯，阿密斯，OK。但是在我们花莲北方，我们称自己是板藏，板藏，对，板藏，板差的，哦，板差，哦，为什么？阿密斯是其实是他们台东的部分对北方的人的称呼，叫做阿密斯，所以你们算是他们北方的人，他们认为花莲嘛，台东嘛，我们在北方，他认为我们是在北方。所以说，其实你们并不叫阿密斯，是他们叫你阿密斯。对。那你们真正叫什么？板赞。板赞。那你们叫他们什么？我们叫他扎板。扎板。你们有称呼？没有，他们的称呼就是因为很多的族用的那个名字都是他们对人，就人这个的称呼。那他们叫自己排湾，我们当然是叫他们排湾。对，像那个兰屿那个叫什么？达悟。达悟的意思就是人。人，对。
也没什么别的意思，那大家以为什么？其实他就讲他们自己是人。好，爸爸，告诉大家今天要讲什么。今天的主题是原住民同胞，那么有趣的啦。其实呢，这一次啊，你们是新闻局派你们去哪几个国家？我们去了中南美洲，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是，对，总共去了 reggae， 就是表演我们自己的音乐。你们音乐走 reggae 风吧？嗯， reggae 味道比较重。那你们去 reggae 的发源地表演 reggae 哦？对啊。哇，很好玩呢！哇，很好玩，踢馆呢？不能这么说，去交流啊！啊，去交流。刚刚那种像狗一样，就非常具有中南美的风格，真的。哎，那他们那些人听完你们这样唱，他们有什么？炸了！在那边还炸，炸了！炸到衣服都脱光光。还炸！我们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来，隔壁是吉他手。哎，大家好，我是 Masca 乐团吉他手 Sakino 阿辉。Sakino 阿辉，来鼓手。大家好，我是鼓手马发六阿胜。阿胜，马发六，麦克风给我。大家好，我是贝斯手阿修拿万，拿万，拿万，拿万。我跟你讲，他一般那个就是来宣传唱片哈，都会送我们唱片。像在现场，最后要全部一起合影了，真的合影，合影，合张，代表台东县，台东县，3、7。你看，等一下这个，对，我们原住民团体现在都走国际化，对。哎，请问你有这个出国去跟人家表演？谢谢。我们这个宝岛一村，对对对，我们已经巡回了99场。不是，最近从哪里回来？美国西岸，西岸，对对。就紧接着3月去澳门，6月去美东。不是你这样讲得很爽啊，你知道我跟孙萌会累死，你知道我们为了他我们录了多少多少存档，所以我深深了解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后来以后还是建议那个表演工作坊让屈中恒自己每一个礼拜跑回来就好了。哎，你这一次带薛文有去喝酒啊？酒店哦，是在美国的酒店。哦，厉害哦！我跟你讲，刚进门的时候还有那个安检门呢，机场同等级的安检门，国际的。然后呢？哇塞，保镖，壮烈，真的，还有保镖，好高。哇塞，哇塞，绝对是最屌的，你知道吗？是，对。结果一进去，哇塞，投币式卡拉 OK。你到美国还要去找卡拉 OK， 而且请注意，我们现在部落里面都已经不用投币式的。那边，我跟他去加拿大，对不对？多好玩的一个地方，山明水秀，带我去卡拉 OK。没有啊，大哥，西岸都走得到卡拉 OK 店。对啊，第一次到美国，第一个晚上，哎，LA， 然后卡拉 OK， 对啊。所以你干脆就去一下 LA 卡 OK 就算了。对啊，阿辉啊，你看他眼镜，你会不会觉得他度数超猛？哇塞！曲哥，你去哪里戴看看？近视还是远视？那是远视吧？借曲哥戴一下，我可以戴一下吗？还是中视？啊，曲哥，然后你看镜头。没有，他那是远视啊。你看镜头，请站稳。我先帮展示啊。看镜头，是哇塞！哇塞！哇塞！远视降几度啊？哇塞！降几度？1400多。远视1400多，白内障啊，先天的。这个这么高的度数没有那个隐形眼镜的哈，有隐形眼镜也有，可是你那你戴眼镜吗？你的眼睛很漂亮啊，那个我现在故意戴眼镜，很漂亮，而且眼镜拿下来的时候很像那个杨俊荣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哇，1400度，哇，1400度的远视，他跟老鹰一样，看的一样。可是他这样没有，他每一次就很麻烦啊，到海边很麻烦啊，怎么呢？随便一站就看到，哎，怎么奇怪，对面是大陆哦。哇，太会看了，我操 ！OK 啊，还是要谈谈那个我们原住民同胞出国必带的物品。对对对，请问你们阿美族要带什么？其
实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特别的那个了，像资讯都一样的，对对对。那以前老人家必带的出国的东西就会是经过法律系经过一些这个加持过的，巫师加持过的，什么叶子啦。像周族他们会有那个巫师加持过以后有一些米，然后放在一个红色的小布包里面，也是跟我们的那个所谓符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来讲比较麻烦，因为很多国家你不能带叶子进去，植物，对啊，植物不能，所以就比较麻烦。对，一进关那叶子被人家丢掉，哇，他发疯啊！对啊，对完了，我地上完了，对不对？对，那但是我觉得老人家以前看到老人家必带的一项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行李箱全部是有拉杆的，对轮子的，对亮面的，厉害的。嗯，老人家绝对都是带那种提的，妈妈结婚嫁妆那种红色的。不管到哪，箱都还是习惯用那个箱子。对，你们出国带什么？带槟榔跟琉璃珠，它也是一种护身符。琉璃珠，琉璃珠就是现场有哦，就那个。我今天刚好也带哎，好巧。谁？这是花色还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台湾族的链子。哦，所以说这是你们的排湾族的特有的，对，琉璃珠，我们排湾族特有的琉璃珠，那待会一定会送我嘛，对不对？好，谢谢 ，OK 了，没有问题。一个欧啊，我带过一个好玩的，你带好玩的，马斯克，就是那种。软肠剂你知道吧？软肠剂，对，哦，软便剂，对啊，哦，你带软肠啊？你怎么了？没有，就带出去玩。带出去玩？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就无聊嘛，就中医西药房就买一盒十二个嘛，对啊，就带出去玩。我以为你把它当成礼物嘞，跟对方这样交换。我知道，下面为什么跳到脱衣服嘛？因为他唱的话唱太爽，先软肠。来到今天晚上，下面一个我们也要配合。没有啦，是你是无聊嘛？因为在房间嘛，然后在国外不晓得去哪里啊，就无聊。那互玩啊？你们这个团也太怪了。原住民因为长相容易被人误会。比方出国嘛，回来的时候不是有写说持中华民国护照的排哪里哪里呢？然后还有外国人这样子。然后突然有一个海关就跑来跟警官说，很慢哦，说你不可以站在这一排。然后警官就受不了，警官说，我为什么不可以站在这一排？他说啊，对不起，我以为你是。你知道灌一斤超痛苦的，那脸色发白，对对，不能放开，然后拆出来又灌第二剂，然后最后四个全部在房间就垮了。哇塞！而且你要知道，台湾族要看得出来他们脸色发白是很难的。那就很白了。对呀，我的濒临晕倒。你有看过台湾黑熊脸白的时候？对，但你看他灌三剂，他出来。第一集就是放飞，真的干什么？太好玩了！你们下一次不要在房间玩，你们上飞机就玩。飞机上开始互玩的嘛？哇，那很输的赔钱这样。进海关的时候有被误会，还蛮长的。怎么样误会了？收你收的特别严，对啊，就是每次他们三个都过去了，然后就留我一个人，哎 ，you， 就把我带到旁边啊，仔细的收，真的。你对面这一位啊，他也经常过海关被误会，为什么呢？我是偶尔，景文比较常。被误会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有时候出外景，比方出国嘛，回来的时候不是有写说持中华民国护照的排哪里哪里呢？然后还有外国人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就人很多，然后我排这一排，景文排这一排，然后突然有一个海关就跑来跟景文说，很慢哦，说你不可以站在这一排，就叫他去隔壁排。然后警官就觉得，为什么？然后就看我也没事啊，他也没来找我。然后他又过来，又跑过来跟他讲说，你不可以站在这一排。然后警官就受不了，警官就说，我为什么不可以站在这一排？他说啊，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越南新娘。他真的有点像哎，然后像真的有点像，而且那时候我们两个都晒得很黑，然后他那天的穿着是什么穿着？黑色的 polo 衫，牛仔裤，然后绑个马尾，皮肤黑黑的，小小的，像不像 ？OK， 应该是你们在那个远方美丽岛那边，对，海关应该怎么讲？泰国女，太太呢？太太哪里？
以吗？哇！我看像他们个小，眼睛大大的，比较容易被误会。尤其黑的时候，又黑，然后又是像这样的短发，这样的经验，马尾之后，他也有啊。他是说我们去花莲那边玩嘛？花莲，对对对，就到饭店告有那个什么泰国的旅游团，然后就来，然后就大家集合，然后导游叫他，对，听不懂，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而且还一直被推啊，对啊，快点，然后就不敢靠近，靠近他，我说不是不是。是不是真的，我们假日都不敢去台北火车站啊，或是都比较多。对，因为假日有人会来跟你攀谈，对不对？会讲讲话，我讲讲还生气，不然明明会讲印尼话，做何为？原住民也是很可爱，尤其是我们出国的时候，如果你带的是那些比较老，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老的团员，那种传统的舞团，那这些团员，你前一天或之前，你明明跟他讲说。各位伊娜啊，发给你这样子，我们麻烦哦，明天我们要回台湾了，请千万不要带酒，你们买的酒不要带上，不要随身携带，对，要托运，包好托运。可是他们这边都讲好，可是他们回了房间以后就在想，这个酒万一打破了怎么办？我怎么可能是不随身携带的？所以就随身携带。就有一次，那时候是在加拿大，是在这之前，我们在跟山猫老师。的台家音乐嘉年华会，我们去演出，就然后回来的那些团员，他们就买了洋酒，还有那种在那边还看到超市买的白酒，是，对对，很多，全部十几瓶，海关当然不会让你过，太多了，不让你上的嘛，对，危险，对啊，那大家就傻了，那该怎么办呢？他说那个海关就开玩笑，要不然你就把现在把它解决掉，finish it， finish。OK， 太好了，就看十几个对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就开始，半个钟头12瓶还是16瓶干掉，哇塞，对，这样疯狂，你可以这样醉半钟头16瓶没关系，但是没醉啊，对啊，干掉然后还没醉，没醉，灯关呢，然后上飞机然后继续。对，一坐下就 whisky， 有酒吗？哦，开心了，因为喝开了。对，哎，可是喝酒上飞机是不是比较更容易醉？就是因为对气压的关系，你平常很清楚的时候呢，也比较害羞，不太敢跟空姐讲话。那也就会透过我们来帮忙说要酒。可能一天上飞机他就很开心，他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懵了，他就请小姐过来，然后还问小姐用英文，我们听不太懂那个英文。小姐，请问一下，你们的酒要钱吗？要多少钱？我买，就开始帅对，然后我买对，那可以拿酒来让我选吗？这个空姐疯掉。那可是你不是说有些原住民上飞机是不喝酒啊？那个是跟教会有关的了。那上飞机他就问那个人家过来推酒过来的，他又有点想喝，就问小姐说：“小姐，请问一下，我们现在高度多少？”我们在高度3万英尺，就大约10000公尺。真的，那算了，我还是喝茶好了。怎么了吗？你可以喝点酒啊。没有。那回勋飞机上喝醉，大肆谈论表演技。跟董哥两个人不知道喝了大概有2-3瓶的白酒，然后就醉了嘛。醉了就开始跟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演员，对。演员就讲表演，你知道吗？年轻的演员，我跟你讲，表演是什么？只有一个字，是。我狗哥还说，小乐，那是6个字。国光帮忙。小姐，请问一下，我们现在高度多少？我们现在高度3万英尺，就大约10000公尺。真的，那算了，我还是喝茶好了。怎么了吗？你可以喝点酒啊。没有，离上帝太近，他会发现。很酷。他其实是真的，就是信仰，然后在他心目中，但是就也会开玩笑，这个离上帝很可爱，很可爱，喝茶好了，你们。那个阿什么阿胜，阿胜，阿胜，你上飞机，你会害怕坐飞机？对，我是团里面最怕坐飞机。那你们怎么处理他？你们是中南美住很远呢？很远啊。那怎么处理的？请灌醉在头上去。是为什么？是小时候遇过
危险的人。对，小时候家里没有钱，没有坐过飞机。有人就是会怕，那杨大师不是也是怕坐飞机吗？天生怕坐飞机。对，哎，你要跟他学，这小子哇塞，怎么样？空中接近事件到现在还在坐飞机啊？OK 啦，对啊，还跟人家呛，赶快再近一点，就飞过去了。那没有，哪跟人家呛？没有，相当的，哇塞！OK， 你们还在飞机上喝酒，喝到被人家拒绝供应？没有，因为他啊，他醒来了，你知道吗？因为坐上面很久，我们要飞差不多两天呢，两天三夜吧。对对，差不多，那很远，因为我们还要转机什么的。那中间那十几个小时，他醒来了。对，他醒来怎么办？他要降落，他这边焦躁不安嘛。然后就进去跟小姐，哎，有没有酒供应一下？然后就开始陪他那喝喝喝喝喝喝喝到说还有没有别的酒？他说你们自己不会买。小姐，小姐他一直帮我们拿，你知道吗？他就看都变成说你们自己不会买，火大了，对，火大了，就是酒量又买的，酒量又好。今年是兔年，对不对？对啊。有没有唱一个兔子的歌给我们大家听？来来来，一首兔子的歌，来来。哎，这首。现在兔年嘛，我们一首歌叫《兔崽子》。好，请。兔崽子，兔崽子，啦啦啦啦啦，兔崽子，兔崽子。漂泊来台，满身热血，向着有天能回老家心态，身上历史的伤痕记录这沙场拼命的小伙伙。不知不觉时间飞过了多年以后，带着一身故事成了杂货店的老头，还娶了高山族的女人做了老婆，每天闲着没事教训小朋友。我兔崽子，兔崽子，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就是在讲，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农民的故事。哦，对，因为所有的部落知道那时候，怎么讲，跟着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不是台湾就住了很多的所谓的老农民嘛？对，有些都会。就会到部落里面，他们就落地生根啊。嗯，对对对对。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哎，请问一下，你们原住民在飞机上很喜欢换位置？换位置？不记得位置，不记得位置。然后拿那个票24D， 那老人家怎么会看得懂？上飞机他当然是看到前面商务舱的位置比较大啊。我们而且后面的人还在等着摆行李，然后坐在挤，那老人家上来，哎，这里当然就坐啊。导游就在后面一样，感觉哦，后面不是前面，不是后面了。哎呦，那不对，我一样的机票为什么他坐这里，我坐那边？嗯开玩笑，不是哎，法基，你不要这样，不，那个钱啊，对啦，你要去哪里？我去澎湖，对，前面是飞台北的，后面才是飞澎湖的啊。我所以这样，他才要到后面去。对啊 ，OK， 因为前面飞台北啊。有的在那个 F2F， 他说啊，我在二楼。还有的上飞机脱拖鞋的呢，脱拖鞋，对啊，因为飞机不是有地毯吗？然后他有的印象上去很有礼貌，就放着这样。
鞋子，不行啊，不能一进门，是真的。这空姐不是在前面就欢迎光临吗？大家一走过去，地的那个拖鞋，拖在那个机舱的门口，对对对，哇，很可爱，哇，太正了，哇，你们出国真的笑死了。OK， 所有的人呢，大家在飞机上那个，不管是吃东西啊，还有那个。像屈中恒，我觉得就有一点原住民的那种血统。对，哎，你有吗？他有，没有？他用餐一定都要用两份的。原住民是那个就不分老人家跟年轻人的，你吃完量都很大，飞机上没有，因为那次太饿了嘛。然后跟小娜就是对啊，小娜叫了拿了五个面包，我干脆两份。他也给你，给我。他有剩的，有多的，他就会给我。没有买嘛？有的人睡觉或者不吃或者。对啊，一定。你们去哪里啊？我们去美国。每餐两份。那是真的很饿。对啊，那就吃两份嘛。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丢脸哦，你这有什么关系？这个都跟少数民族会有一点点关系。像小娜，纳维勋是旗人。嗯，对，少数民族旗人，他在飞机上就喝，我不知道是为了这个。会喝回本吗？怕自己没有，怕自己紧张，还是怎么样？反正就在飞机上要喝。也有人就这样，他不敢坐飞机啊。哦，对啊，小娜不是，小娜是纯粹开心呐、太开心了。对对对，就喝，跟斗哥两个人不知道喝了大概有2-3瓶的白酒。白酒，哇塞，白葡萄酒喝回本来哦。你在飞机上喝3瓶，相当于喝5瓶哎。嗯，对啊，对啊，然后就醉了嘛。嗯，醉了就开始跟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演员，对。演员就讲表演，你知道吗？年轻的演员，我跟你讲，表演就是什么，只有一个字，是。董哥来说，哎，小娜，那是6个字。和司机聊天，最后竟闹得不愉快。因为那时候刚我们去北京嘛，那时候刚好适逢奥运期间，我跟鼓手就上计程车，我跟阿胜，不是，哎，你们哪国的？他就问我们，然后我们就牙买加，真的？我看你们一定是选手吧？他说我们是选手，他说你比啥项目啊？我说花式跳水。然后一直发现我们都在骗他，后来下车他跟我讲说，你们人是挺好，他嘴巴就贱。帮忙不是啊，你们到的中南美他们讲什么话？西班牙话，他们讲西班牙文。那你们有跟他们交流吗？有啊。你怎么交流？这个有啊，有，很心虚的，很有趣。他们讲西班牙，因为他们也听不懂英文嘛。而且这件事发生在那个，在我们第一站秘鲁，然后我们有一个他们当地的地陪，对，叫 Gonzalo， 然后他就带我们去很多地方啊，然后越来越熟嘛，还带我们去晚上出去逛一街啊，或玩耍干嘛的。那回到房间之后，大家因为在夜店里面，大家都就是有一点状况了嘛，都已经搬了嘛，开心。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回饭店算了，还一直这样，然后就大家一起聊天。对，因为他听不懂英文，他只会讲西班牙文，那我们也不会讲西班牙文，这样，然后就比手画脚，然后聊到早上，你知道吗？哇塞，甚至从1-2点聊到7-8点，聊到早上。早上你们就会讲西班牙文？不对，不对，我们怎么聊天？我们都还知道，他就开始讲心事嘛。讲感情啊，他感情不顺遂，他失恋啊，他女朋友差，他年纪很大，我们都听得懂哦，因为我们是用画图的。然后他住在这个山的这一边，然后又讲说，对，他跟他女朋友怎么样，画一个女孩子啊，然后他然后画一个爱心这样的之类的。就是原来是这样子，你以为什么用画图？好酷哦！你真是太适合当青山大使，太厉害了。聊到早上，厉害，感情超好，感情好。这个就在国外真的，因为那边会比较，尤其这个，如果说我都是比较带团的话，都是那种比较老一点的，那英文语言能力也比较差，那个有一次就是那个山猫老师，我们本来行李那个道具箱什么都到了，然后就有一个箱子，后来发现他那个箱子，我们去赖比瑞亚的国庆，结果呢去赖比瑞亚以后。那个箱子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箱子去了荷兰。所以里面的工具都不见。哎呦，罗赖吧、铁锤、胶布都不见。那是急需要胶布。对，
然后就赶快你去买，在附近 7-Eleven tap 快点。然后那有一个个子矮矮的一个那个住啊，那胶带的英文 tap 快去 tap。哦、oh, ，OK， 他就一路跑 ，tap tap tap。后来他要过一个那马路，过那个安全岛 ，tap tap tap。好，广西。又回来，我买个 tap 就问了我们，他问了我三次。我说不管了，在这个国家，他妈赖比瑞亚的话我也不会，英文他们搞不也不懂啊，我讲 tape 搞不好就去，然后很急，马上带就要上台了，然后他又跑到一边，看那个便利那个杂货店，看半天都没有，他就开始跟，money， 人家也吓一跳。money， 他的意思是抢劫用的那个胶带，那个抢劫 money 那个，后来人家懂了，那个赖比瑞亚人懂了，还送他回来，因为他回头他很紧张，这边你刚 tap 他都已经可以忘记了，他回来以后出了那个杂货店就站在那边，他不知道他的饭店是哪一个，站在那边啊，怎么了？他就forget，OK，还把他带回饭店。哇塞，真的，就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会，I from Taiwan。嗯，那一次我们是台湾派去的代表团，所以他们知道我们住哪个饭店。OK， 应该在附近都知道。对。好了，那个秀吉。对啊，刚刚少卿讲这个，其实那个动力火车也有碰到类似的，就是他也是好像是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那个很有名的是那个沙爹还是什么，还是那个果条啊什么龟条。也有龟条，龟条。结果他们两个到了饭店想要 room service， 结果肚子饿嘛，就想说怎么办，不知道怎么点，就看了那个本子，哎。看了本子有图片，但是他不会讲那个文字，那个语言，然后他就打怎么办？他的志玲就说叫秋青说你点，他说你英文比较好，说我们一样都很差，就两个就猜拳，就一个人输了就打电话认识的位置说哎，please， I want the， 啊吃就是草，然后他就讲说那个炒面那个怎么讲？什么哎。炒面 noodles fried noodles 他可是他讲得很不清楚，他就吃然后什么然后就最后送来了，他们想说管他随便送什么来都可以吃，反正能吃就好了，就送来还送对了，送对了就跟他一样，就是真的送对的，对啊，我也是，像我就有一个啊，哎泰国人没有泰式莫沙冲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你要鸡蛋嘛？我不会讲鸡蛋。重点是我们去秘鲁，就不会讲西班牙文啊。鸡蛋怎么比？就直接。那个鸡跑出来的蛋。奶茶怎么讲？奶茶。就很简单的嘛，他们就懂了。结果那个厨师他以为我在笑他，笑他的眯眯很大这样。后面回的时候是，变态哦。对啊。马志哥，你去北京买烟，买到老板翻脸。他的烟摆在烟柜里面嘛。对，那我们就逛，要看到就一排是吗？一排上面，他们卖的烟。很多种，然后就看，因为他每个烟下面都有标价，他是这样从贵的到便宜的这样标下去，然后就看，他就很辛勤的这样跑过来，这样就帮我们介绍这个烟多好，我说，老板，这包多少钱啊？他这包，因为那包都是那种大中华啊什么，我告诉你，这烟最好的，你知道吗？他这样在跟我们介绍那个烟呢、啊，这也超好的，很多人都抽这种的，也不贵的呢，100块而已的。然后他就我说哦，那这个呢？他说，哎呀，熊猫是最好抽的，
你挑的盐宽就是对的。他这样子跟我们讲，然后我就往下挑。那这个他就跟我介绍到那种剩下20块、30块那种的时候，他就往回坐，不理我。我说啊，这个人，他就是你自己不会看。我说，欸，中南海啊，再加这个烟，这样多少钱？他说，你自己算嘛。对，没关系，就不理我。翻脸。哎，你们有一首歌是跟八马子有关的，不过这首歌我觉得它也是有一种教育性质啊。哦，是吗？哦，有这个性啊，来看有教育性的歌曲好不好？好。在不起眼的角落，我看着人来人往慢动作，你就背对坐在我这方向。三点钟，我点了一杯饮料给你，哦，他的名字叫做达吉拉。我想和你蹦蹦，我猜想你可能是在等待你的那个谁，男朋友、女朋友。还是刚认识的朋友，突然间你甩甩头，露出半个侧脸，瞬间让我好难过。你长得像我安可，远看是一朵花，我竟然还有为我的妈。我如果现在我身上有100 AK， 我真的很想送你回来。今天心情还不错，哦 ，baby sorry，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因为你长得像我 uncle。第一次听到这歌，我一个人开在滨海公路。我想要听这首歌，听到中间我大笑，拍着眼讲我安口的，他也在国外很多艳遇的，对啊。我去什么泰国啦，去哪里玩啊？就是艳遇都是印度人。我想说我去英国玩，应该会碰到不一样的那个法国人或什么，结果也是印度人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老乡啊，对不对？你应该没事，你点一个字有没有？对啊，沙拉对不对？你喜不喜欢咖喱啦？哎、欸，我真的还挺喜欢吃咖喱菜，我就是去吃那边的那个咖喱料理。那你怪谁？你又去印度管人家？我连去那个路边他们那个街头表演的艺人，我在那边看一看，就是印度阿三，他也是对我抛媚眼，然后写纸条给我。印度男生有的真的很帅，其实真的很帅，真的很帅。但就是遇到那种大胡子的阿三人，就是跟他们要直播，就是可是更黑。更黑，有一对啊，我们上次去那个泰国玩，我这条围巾啊，我那时候去买，因为印度人是商人，印度人很会做生意，他整个店哦，就是他们的那个有一个夜市，就是整个都是那个地摊的那个夜市，他那个店面非常漂亮哦，是跟其他的店面都不太一样，他整个都是丝的啊，就这缎绸都非常非常好，结果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几个朋友去买。就买，然后第一天大家都觉得太贵了，然后印度人就是不肯降低价钱，他们想要算了，在路边摊为什么还要
这种价钱，后来回去，但是我朋友都非常喜欢，说不行不行，我们明天一定要再去买。但是那么大的地方要去找，想说好，明天就是缘分了，如果找到就买。我说好，那我就帮大家杀价。结果一去，哎，结果我们就挑了好多哦，就想说多一点就可以杀价，比较好杀。对，结果我就当那个 model 让他在我身上披一些不同的绑法啊什么的，就逗得他很开心很开心。哎，结果他就送给我嘞，他这条就送给我，然后其他的哇，其他的就谁说你不是艺术人？就是艺术人啊，艺术人啊，知道吗？而且真的很巧，然后他到最后因为买太多，他算得很便宜很便宜，然后其他的客人来，他算很贵，都不，然后就让我们很杀价，他就是因为好像是因为我，对，然后就他还大家互相留 email 这样。哎呦，我就想说啊 ，email 应该也不会回，也不会写啦，结果就真的留了，大家都留。结果他真的写信给我，然后写连续写了两次，用英文是？用英文写，他就说我做什么的，然后他很想念我这样子，然后就说哎呀我不敢回，然后就后来我的哦，就在回来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去脚底按摩，就是不小心这么大的地方过马路也碰到，哎呀，就觉得这是缘分啊，假假是假的。重点没有办法，每天吃咖喱都开心。这个你们如果要去印度表演，别忘带着他。对啊，可以带我，然后把这个带着，就一团。OK 了，哎，马大哥，你在北京坐计程车，被计程车司机骂？也不算被骂，就是到后面，其实有点不开心了。哎，怎么了？因为那时候刚我们去北京嘛，他那时候刚好适逢奥运期间，哦，2008年的时候，对，然后我跟鼓手就上计程车，我跟阿胜就上计程车，然后我们也不说话，那计程车司机都很热心，因为那时候很多外国人，对，哎，你们是哪一国啦？他就问我们，然后我们就牙买加，说我们牙买加，真的，我看你们一定是选手吧？他说我们是选手，他说你比啥项目啊？我说花式跳水。比啥项目啊？他就说举重。你们这两个，这不跟我们讲话，然后来就一直乱扯乱扯，然后乱扯，一直发现我们都在骗他。然后来下车，他就跟我讲说：“你们人是挺好，他嘴巴就贱。”人是挺好，嘴巴就贱。我刚讲，人家讲的很实在嘛，对，那挺好笑。因为真的原住民如果到了比方说内地演出，青海新疆这一带云南这一带，哇，那真的是相处得非常融洽。那个我们就带团过去演出的时候，在青海那个路边有卖那个水果，葡萄干，那种新疆那边的，那就有我们自己的团员就过去跟他聊天，维吾尔族的就聊天，聊的时候我们团员就变成习惯，他一说这边有桃子，那边有哈密瓜，还有什么，他就聊，哎，哦，原来你们新疆，哇，长得好像外国人哦，不是，我们少数民族什么什么的，哦，真的，那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就吃，哎，刚开始那个人也就看了一眼，看两眼，后来就变习惯，他每个都挑，然后他吃，那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先生了。那边有个尾音，你知道吗？先生，你不要这样一直吃了吗？你这样一直吃了，我还怎么卖你了吗？他说这有什么关系？我刚刚吃那么一点点，那就掏出来，他就刚给他300块。哎呀，300！对对对，那他也不是说真的就拿了，那这太多了嘛，还200。哎呀，没有关系，他们我们交个朋友，原来呢，后来100块也给他，是没有关系。那你们还有去日本看到手机照相会吓一跳？那个是很久了，那很久以前，就手机刚开始有照相，有照相，但是日本人是他们自己的机种机型嘛，他们全部都是照相，那他们就在那个什么京都啊、金阁寺啊什么的，这样全部这样拍。那我们的团员全部带都还是传统式的手机，是那个折叠的那种，对，所以大家那边到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一个我们这原住民朋友，啪啪啪啪啪啪跑回来，沈马老师，怎样？哎，奇怪嘞，他们日本人讲电话那个电话很好嘞，讲电话都这样讲哦，喂，真的这样子的，所有的人啊，或者过去疯狂看，
然后所有人很开心，然后他们就看到让这帮人，他们就问，嗯，啊，就知道怎么。那有一些老人家日文是相当不错的，嗯，然后后来大家就啊，你们是从台湾来的，啊，就让他拍照，啊，但是。当时的情况是，那个人跑回来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兴奋，然后所有的人就跑过去，然后看到一大片的日本人，这样，对，那老人家，这什么？为什么他们讲电话都不讲话呢？对啊，都不讲话，这样很久，然后每一个都跟每一个相机拍照。马兹卡这张专辑已经出版很久了，大概多久？几个月了，几个月了嘛。那最近还有什么要表演的计划吗？最近我们在三月份在华山 Legacy， 3月25，华山会举办一个你们的歌唱。对。那希望说你们可以再做更多更好的音乐，对，带给我们更多那个听的享受，好不好？对。如果各位观众对我们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Okay, 我们很多讯息啊， okay. 或一些不堪入目的相片会泼在上面。我们超正面的，这个可以代表我们台湾出去做亲善大使。谢谢，希望你们继续为我们台湾争光。好，谢谢。谢谢。赵正平恋上 Stacy， 演戏竟然假戏真做了。这一生能够认识你，我想我应该是很开心的。要搂着肩啊？是吗？可以吗？要。要问 Stacy 啊？对，可以。可以搂着啊，当然啊。对，演戏，对，演戏。这个看着，赵哥的手就不规矩了。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三立动会台30频道，国光。